俺来掌龙去到六半城，不要声张，不要大吵警察。掌龙说小差记下，他立了南衙凤府，直奔南关。来到六半城门外一看，他妹妹家大门紧封紧闭。张龙拍拍门，有人问哦。张氏听有人喊门，开开门一看，是他哥，上前说道：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公务甚忙，你来有事吗？张龙说：小妹，我今天来是看看我家妹婿在家没有在家。这一句话问的张氏心里给刀割了，眼泪啪啪啪啪着往下掉。兄长，那妹婿身在大病，眼看就是凶多吉少啊。啊，张龙说我们是在病了。哎呀，文兄也理当替你操劳，可是公务在身，朝中又出了大事，带我前去观看。张龙来到案间，一看刘半城在床上躺昏昏迷迷，叫了几声一言不答，也不懂人事。张龙大惊失色，说小妹呀，我妹婿得的是什么病，怎么那么重？张氏说兄长，你要问那妹婿得的是什么病，听小妹给你讲来。
他有要事相商，他如今大病在身，你可知道霸王千岁房里有毒，如今下落不明。刘娘娘还我家包相爷三天的限期，找不着有毒，要杀我家相爷，看来要探清兵部司马府的内情，不是找着我家门婿，怎么能进司马府？我家门婿如今不懂人事，大宋的江山也不保，我家相爷也没有命了啊！可张龙给张氏说的这些话，刘半成在床上听，听得气不嚷的，就是不会说话，带病是斗风不语啊！刘半成一想，这就是赵王华，他心急如焚，牙关一咬，眉头一皱，俩拳头一攥，一着急，霎时间浑身大汗如飞机，就是身上一出汗，刘半成多不得轻松啊！一张口，先起，慢慢的坐下来。哦，张氏说：“夫君，你的病好了。”张龙说：“没事，你的病轻了。”刘半成说：“兄长，你说的话我都听清楚了。要找有毒王华，只有我一人知道。赶快给我穿衣，我随你去见包相爷。”刘半成把衣服穿好，张氏担心：“你的病刚刚轻，你能走路吗？”张龙说：“你能走吗？”刘半成说：“不要紧，我的病好了。”刘半成把衣服穿好，随着张龙往外就走，刚到门前，大司马刘文斌派的岗哨拦住：“哪里去？”张龙一看，有一人在这个盯着刘半成，那里有诈，他是知道。刘半成将他又给他说，只有他能知道王华。张龙心中暗想：两条匪军的武都不仗，天也又晚了。他长腿摇头，咔嚓一刀，就听咕噜，人头落地。他把死守的剑一横一哈，领着刘半成，追那丫鬟出。来到大厅，张龙见了相爷，启禀相爷，我家妹婿刘半成随我来要见你。包相爷闻听，心中欢喜，里边有请。把刘半成请到大厅，让我坐。刘半成坐下，包相爷问道：“半成，你在司马府听差，有毒王华，听说头一次要账是到了司马府，二一次来找我，现在下落不明，找不着有毒，大宋的江山就要覆如东风，你知道有毒的下落吧？”刘半成说：“相爷如定。”
声我也说了一声呜，看三件没要了我的性命，把我押解下去，连脑袋气我带了病症。今天兄长张龙到俺家，我的大病才见轻。小爷你随我来，我给你抓大夫去找一口毒，找不着王华你杀死马，找不着王华你杀我的刘万成啊。刘万成从头就位往下降，包相爷包相爷带着三千人马，俺的王朝马汉把兵部府团团困围。那真是里三层外三层，里里外外不透风。他的人意是准进不准出，好一个奸贼！相爷要要王朝的人头首级，包相爷带着人意围困着兵部府，这也不错。单说刘文天回到兵部府，把他三子六脚叫来，俺得收拾了人心，前院后院花园柴火院左右找了一遍，没找到王华。那司马刘文静想想，哎，他究竟能到哪里去呢？又找一遍，各楼层都找，复连找了三遍没有找到。六脚说王华没死，他没跑出去，要是跑出去他该上南衙府去找老鸨啊。要是没跑出去，这兵部府里为什么找不着他呢？在这个时候来个小监员爬到刘角耳朵里说，哪个都找了，看见吗？都俺姑娘楼上咱还没找。叫刘角劈嘴一耳巴子把他顺着溜去，混蛋，王华是个男人，能在他妹妹楼上吗？嗯，是。就在这时，从外边呐喊：“啊，他妈听着，南衙奉府包相爷到！”手下人正准备上刘半成家家去把刘半成抓来，还没出府来，老鸨堵住门了。众军等等叫跑到大厅，启禀司马爷：“你叫去带刘半成出不去了。”南衙奉府包城都督府门要来见你。刘文静一听，怎么大司马刘文静想到海参的老鸨，上我司马府里来干啥？
安排手下人不要再走了，出本帖打司马刘文斌，廖跑短再带领人来到府门，见了包相爷，上前见了包大人品，把包相爷请到大厅，本禀不落了座。包大人不在南衙奉府，来到我禀部府有什么事情啊？包相爷说，刘大人，我包成奉旨三日找应祖王府，汴京城这么大个地点上哪里去找？幼主的下落不明，我上哪里去搜？看来我就命在如此了，我在南衙奉府闷闷不乐。忽听人禀道，说你司马府花园里昙花开放，老夫这就该死了。我来到你司马府，我来观看昙花，小偷解闷来了。刘文健一听，他知不道哪管送信了。但是嘛，刘文健是包大人，这是传言。我花园里边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昙花开放啊。哎，包相爷说，刘大人，你我从便成臣，我即使来，这个面子你还是要给的呀，我一定要到你后花园看看昙花。这个昙花开放时间不久，昙花一现摆在眼前。来来来，咱快到花园一观，也就是了。刘文静一听，哦，他是话中有话呀，昙花一现摆在眼前，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。海探头，你找不着王华，你想害死我，万笔登天，娘娘有旨，到那时候我再杀你个海探头来，不管你生的什么诡计。大司马刘文静说，我花园里没有探花。包大人上前拉着兵部司马，请咱到花园走走就是。刘文静想想，你说走走就走走，你到我花园里你也找不出来个什么名堂，一个院里我都找完了，王华是没在我司马府。包相爷跟大司马刘文静带领人立着大厅去到花园。刘半城他是换了便衣，在人群里边有人保护，刘文静人都没有发现他。王朝马汉大元战将护住他，直奔浇花房。他来到浇花房，睁睛一看，王华没有了。哎呀，刘半城长枪又中，说你怎么不在这个浇花房里了？他又一想，没有人给他送茶饭，饿也饿死了。他要是死，死谁了在这个，究竟上哪去了？赶快大元战将给刘半城就在花园里寻找。就在这时，王华在楼上跟刘小姐正说着话呢，丫鬟说：“禀姑娘，包相爷带人来到咱兵部府上花园里去看昙花去了。现在正是个机会，你赶快叫幼主去见南衙奉府包相。”刘小姐一想，进忠不能进孝，进孝不能进忠，我既然爹爹作恶，他罪有应得。刘金玲领着王华下楼去找包大人。王华随着刘金玲一到花园，正好碰着刘半城。王华说：“大哥。”哎呀，刘半城一看王华，头戴如巾，身穿蓝衫，腰系丝绦，下穿罩靴，脸也无白了，也吃胖了。刘半城说：“千岁
你到哪里去了？忘我的大哥。